会吗？这样的下岗还 OK 吗？那我们就这样喽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港，赞赞赞！因为我们有得安吗？我们可以安一下，安一下，好。好好，那就合法的安一下，合法的安。介绍我的团员们，好，大家看到那边看起来器材最多的是我们的 keyboard 手小甘老师。好，今天如果有注意到的话，他同时也是一个服装品牌清河的 model。好，他有在那个今天有来，前两天有来卖衣服。好，他身上穿的这件黑色长版的长帽外套，好，价格非常的宜人，绝对比 Uniqlo 更好。好。再欢迎我们的贝斯手洪礼老师。然后洪礼老师呢，也是担任多组独立台湾摇滚乐团的贝斯手哈，他有担任南瓜泥啊、来吧贝贝啊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啊，今天中午有去代打基层女孩，好，很胖苦，今天中午很胖苦的一个贝斯老师。好，再来呢，是我们中间的爵士鼓手罗尊龙，尊龙老师。哦、他最近刚换了发型，现在中分，现在比较有那种欧巴的感觉、哦、好，再来呢是我们器材给戏也是很多的、哦、有来自非洲的、哦、有来自2017比较 modern 一点的乐器的，我们的手鼓组手鼓老师浩嘉老师。好、哦，这个手鼓呢还是 Santana 的纪念版的、哦、那我们跟 Santana比较没有什么血缘上的关系。好，再来就是我是果果，大家晚安，谢谢大家。最后一首歌 ，I know you know I love you baby， 送给大家，祝大家大港2017活着回家，明年见。Like a star shining in your eyes. Sometimes I wonder why I just wanna hold your hand and walk with you side by side. I know.I just wanna you too
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